大家好，我叫 Doug Acton， 我是 Poplar Riverside 的销售和市场主管。我非常高兴跟你介绍我们 Poplar 这个项目。这个项目是围绕利河展开的，这条河的绝美景致就在此处，景色自然宜人，自然生态极佳。您可以透过窗户看到鸟儿、植物、野花，一览风光秀丽河景。我将其称呼为都市田园。我们最近推出了一个全新的住宅项目，卡利科之家，总计156个住宅，均提供户外空间。在卡利科之家，我们配有一个临时的礼宾部、居家办公中心以及一个屋顶花园。我们还在这栋建筑周边设有商店、酒吧和餐馆。所有的设施都设在这栋楼盘里。一楼的滨河水疗中心配备20米长的泳池，在享受周到服务的同时，还能静静欣赏利河的美景。当然，利河就在一楼，非常独特。得益其独特的地理位置，这样一来就有很多自然光线照射到泳池里。在一楼，我们配备的设施更多，我们设有棋牌室、游戏室、私人餐厅、居家办公空间，还有一个13座的电影院也即将开业。除了这些一流的设施，我们还计划在河边的转角处开设一家酒吧，沿着大楼往下走，旁边就是托儿所，然后在转角处，这里是健身房，英百瑞超市就在这里，项目中心地带是希尔德广场，为公众表演提供全新超大空间。位于所有其他街区的下面有灵活的商业用途，我们会有咖啡馆、商店、酒吧和餐厅，生活便利，齐全配套，充满无尽探索的可能。整个17工程乃至整个区域都是以公园和野生动物以及这种户外生活为重点，居住环境拉到满分。这里有2英亩半的公园用地，前面有一个儿童游乐区，还有全新河滨步道，你可以沿着利河上下游一直往下骑行，毗邻现代化的金丝雀码头，步行仅30分钟，距离景宁镇站仅10分钟的步行路程。未来会有桥梁通利河，带你到 Starland DLR， 还能穿过更多的自行车道，把你带到斯特拉斯福德或更远的地方。现在让我带你们去看看我们的样板房。欢迎来到我们的两居室样板房，我想带你们了解一下这个房子的主要特点。我们现在是在厨房，你会注意到这个精致的早餐台，我们还有这个华丽的水磨石台，我们也有一个全高的防溅板，也是那种水磨石颜色，博士电磁炉、博士家电微波炉和烤箱，以及完全集成的洗碗机和冰箱冰柜。步入客厅，我们到处都设有地暖设备。在这个公寓里，我们还有一处美丽的小地方，可以在那进行居家办公，能看到利河风景，美轮美奂。我非常喜欢这个公寓的一点是它有一个非常大的深阳台，让你有机会在户外就餐，同时也有室内和室外就餐的体验。落地窗让阳光直射进房子，把客厅用温暖的阳光装饰了一遍。我们大多的公寓都有户外空间，其他的公寓还有一个冬季花园，让我带您参观一下主卧，就在这儿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的主卧了，我们的套间就在这里，带衣橱的，而且落地窗可以看到窗外非常美丽的景色。浴室的设计非常特别，水龙头的灵感来源于工业的黄金时代，因此这里就新添了一丝工业风，这种坚固的外观与遗址遗产保持一致。这里有很棒的储物空间，这个隐藏在一盏特色灯下，用来展示浴室里你喜欢的任何东西。我打算带你们看看次卧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次卧，基本上和主卧是一样的，它们的面积也差不多大。说起来，这个房子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精致的落地窗到天花板，周围的绝美景色都尽显眼前。
现在我带你看一下杂物间。那么这间杂物间的话，面积是真的很大，能够把外套放在左手边的位置，还有一处能够让你放烘干机，都在这个区域内。我们再回到客厅看看。非常感谢各位能够让我有幸带你们参观，我们一周七天都是开放的，并且希望我们下次还能见面。